2021年中国互联网广告收入榜，阿里超千亿排第一，小米第八。1月13日，2021年中国互联网广告数据报告正式发布。报告称，2021年是我国互联网行业受益于内生需求的增长，不过广告收入增速一直在下降。2021年也是最近五年互联网广告收入增长首次跌破 10%， 反映了人口红利的饱和。该报告还公布了2021年中国互联网广告收入 TOP 10企业排名及规模榜单，榜单显示第三、第四名分别为腾讯和百度，收入均在500亿至1000亿元之间，最后挤入榜单前十的是微博和拼多多，广告收入不足100亿元。其中，拼多多挤掉奇虎360进入榜单前十。